哎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然后我还落了没点呢，忘了没开，没开。那你点上了，给倒去。嗯，就把这个撤了。你放上吧。搁这里是吧？哦，放在上边。咱们现在游戏马上开始了，没点关注的咱把关注点一点，然后没分享直播的分享一下直播啊。镜头从这儿啊，可以吗？能看见吗？这桌上好多东西，把这都撤。能看见镜子里吧？应该能看见镜子里。你把蜡放这吧，蜡放这儿吧。蜡你放没镜子里。哎，不是说放一根蜡吗？哎呀，你拿走那个镜子，那个不能照蜡。那咋办啊？不能照蜡。那你蜡放后边，放后边。我没有那样放的，都得放这边。那咋照啊？要不我搁手机给你拍吧。啊？我拿着给你拍。行。哎呀，我谢我老铁送的666。老铁们，我给你进镜头，因为不能照蜡啊，因为屏幕不能照蜡。那这不还是有？再次感谢我啪啪哥。这不还是有蜡吗？我找镜头呗。你拿这个，你这个是不是有点大了？没事，东西都撤了哈。搁家点白蜡是不是不是特别好？快点吧，我就给你这么照吧，这么照就不放蜡了，看不着蜡。你把镜蜡拿走。你先别照我这样，我得给它滴上。你先拿走。那我照哪呀？你先照你，或者照别人，或者照我都行。咱们先照一下那个。谢谢啪啪哥啊！不是太急。大哥，我新买的蜡呀。我不知道，反正它灭了。哎我操！咋的有风咋的呀？老铁们啊，现在这蜡已经点了三次了，没点着，点着了然后瞬间就灭，点着就灭。他们都说这背景音乐可以关了。不关了，不吓人了，我小点声。小点声，对，小点声，免得那个看的给人吓着。震得我耳朵不好不好。点着了吗？点着了，再不着弄死他。我怕你桌子倒了，你桌子。没事，我不怕。钱呢？都是钱呢。家里有供啥吗？没供。我们三个全都是20多岁，根本就不会供东西。感谢一直往前走的礼物啊，谢谢一直往前走送的幸运元宝。你们没师傅吗？没有，我们谁也没有。谢谢啪啪哥，谢谢啪啪哥今天给过任务。好，我太鸡巴吓人了，灯关了吧？可以吗？可以了。但你还是，我估计还是能照着，照着蜡的。你那蜡稍微偏远点行不？那我上你后边照去。那我还能让。那我坐沙发上，我上你后边照去。那也太吓人了，我他妈一回头瞅着你了，那咋整？我操，这蜡他妈，我还不能往你这个地儿上整。没事儿，你整呗。我操，谢谢啪啪哥送的玛莎拉蒂啊，感谢啪啪哥，再次感谢啊。那我就点远点了。啪啪哥，今天你是新来的吧？你是不是今天刚过来？我把灯闭了啊。我上你后边给你录啊！你别鸡巴搁后边给我吓一跳啊！我不上镜子里。不行，这样我就只能这样。他他妈得对齐了，就只能这样了啊，珊姐、嗯。老铁，你们能看见吗？你们能看见吗？老铁们，咱们关注走一走啊。然后分享直播的话，方便的可以把分享直播走一走。你们东北没供祖先吗？我们没供，因为我们岁数太小了。然后咋的？然后我现在就开始消了吧，对吧？等一下，我看一眼啊，珊姐，你把这个整开去。我看了，我刚才。谢我一直往前哥送的，谢一直往前走送的死亡飞吻啊。然后你照一下，这个是一把刀，然后还有一个老大老大大红苹果了。对，一个苹果，还有一个刀，刀没事吧？
一个苹果，还有一个刀，这是我们准备的东西啊。重庆的蜡就不给你们照了，现在旁边是两只白蜡。对，苹果皮不能断。然后我今天穿的衣服也是白色的，就是那个上面游戏上面说是要蜡烛和衣服的颜色是一样的。给大家看一眼，是纯白色的，和蜡是一个颜色、啊。没有其他的颜色。嗯，然后。然后这是那个这个游戏的基本条件，好像看不太见啊。可以可以可以。要不你把那个支架支我这个地方。支不过去。我给你举着。苹果皮不能断啊，三姐。那我他妈我咋能保证它不断、啊？苹果皮不能断，你要慢慢削，你慢慢削就好了。现在开始。妈呀！吓死人了，别断了。你手扶着点皮。我不会呢，我不会那么整，刀也太大了，没有小刀。你苹果皮削太厚。我不会。你慢点削。你慢点削，别把苹果皮弄掉。我就只会这么削苹果。往底下削，往底下削，底下削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人生头一次削苹果。你别削了手啊！嗯。哇、哦，没断！我的天哪，我这手太使劲了。你慢慢削，没事儿，你不要不削断了就可以。三秒啊！这我操！我没出气儿呢，我还没出气儿啊！老铁们，刚才这蜡抖了一下，我还没断呢，你抖啥呀？刚才右边的蜡火抖了一下，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感觉到，你们看那个光能不能感觉到？他说来了。你慢点削，慢点削。我操，这手老酸了，我现在，我太手太使劲了，我天哪，我不敢不使劲儿，我不使劲儿快来了，啥时候快来了？刚削。感谢啪啪哥送的我爱你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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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别断了，完了越削越短。别断别断别断别 断, 别断，慢慢削，别着急，慢慢削，别着急。我操！我这手就太酸了。别削断了，别削断了，你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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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上削点，往上削点，往上削。你别削那么薄啊！老厚了，其实。哎呀，这手他妈快抽筋了！你缓一会儿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慢慢削。削完吗？削完，削完，削完。削完然后咋的呀？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别断，别断。只要不断就行。哎呀妈呀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你厚点削，厚点削，够厚了。别鸡巴长蛇了。找我。这手削苹果咋手这么累吗？
左边懂了，啊，左边懂了，我他妈都没看见。我这筷子，我操，我这边太薄了，你厚点行不行？他削着削，他不听你话呀，你别鸡巴整折了我，慢一点。咋的了，老铁们？你们能看见那个光滋老晃吗？那个蜡烛的火滋老动。他们都能看见。你稳当点，你稳当点，稳当点，慢慢消。看到了，窗户都鸡巴关着呢。这屋里边窗户全是关的，一点风没有。我俩喘气儿都老慢了，你瞅苹果，你别鸡巴瞅屏幕。我操，他干鸡巴啥呀？你别把它削断了，大哥。没断。你稳当削你。没断。皮太厚了，慢慢削，别着急。你别把手弄破了啊！不就剩下来头一个苹果的吗？我削了这么久，它还没断。灯呢？灯在那边呢。没开灯，全是点的蜡。剩下后面。能照到蜡，现在镜头不让出蜡，你就只能这个样子。镜子后有火光，这白痴白光哪他妈有火光啊！我操我！蜡烛移到镜子后了，没有。你慢慢找。那要折了，这嘎达。啊，你别整它，你别整折了。不太好消呢。别吵。
跟我旁边蹲着。我坐着呢，我坐着呢，我坐地上了。我照一下你。老铁们，我就在他旁边呢。停停停停！我就在他旁边呢。边的那个蜡烛之老，那个火光之老灯，你慢点消。嗯。镜子后边没有蜡，镜子后面没有蜡，只有两边有蜡，你照它就行。那我照你。啥？啥？你刚才说啥？我说你别照着蜡。我没照蜡，没照蜡。你那个苹果离你近点，我看不着，这边照不出来。我离他稍微远一点啊，这样的话能照着他。别照蜡。没照了，没照了，你慢点消啊，蜡烛刚才会晃的。咋的了？这蜡烛为啥一直这样式的呀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操！老铁们，这个蜡，左边这个蜡子老抖，左边这个啊，这边也开始抖了。我刚才瞅屏幕了，没注意。消还是不消啊？消啊，你不能半途而废呀。照镜子，镜子里才有异象。那到底照哪呀，老铁们？告诉你消完了，上哪消完呢？你这是底儿啊？底儿啊。还有一层吗？没消断吗？镜子是个媒介。完了，我操！你他妈剩个底儿，你整折了？他自己折的，我没碰他。咋整啊？还消不了？不是，搁哪嘎折的呀？自己断的呀。我消的时候它是连着的。操啊！你慢点行不？操！咋鸡巴能断呢？不知道，它自己断的。啥呀？操啊！这咋着了啊？啊？着了。啥？着了。咋整？烧都烧着了，操啊！我操，还鸡巴烫手！这镜子离得太近了吗？断了，断了就断了，没事儿。他们说断了就断了，没事儿。那咋办呢？那起来接着削啊！啊？接着削行不？接着消，接着消。镜子后面有火光，开灯吧，死不了。镜子，老铁们啊，我照不了蜡，我就晃一下就拉倒。这两个蜡离着老远了。消不消？消，把这点消完得了。你慢点啊。镜子后面刚才确实有亮光，老铁们，我们这边啥也看不着，啥也没看着。我说。咋后面起火了呢？完事，削完了。最后一块，把这个苹果拿走。你这断多少杆啊？他自己折的呀，都是连着的，这咋还有一杆呢？你这断多少杆啊？断三块。你是不是皮削太厚了？我操，这拿折了。像拉丝的山。
后面没有蜡，老铁们，我们就只有两根蜡。你直接给照一下蜡，后边就完事儿了呗，是哔哔咧咧的。后面啥没有？后面六，后面没有蜡。别照着蜡，别照着蜡。我没照着，没照着，后面没有蜡，老铁们，我们直接是把这个镜子靠到这上边了，能看见吗？我们镜子是靠到这个后边的，靠这个东西根本就没办法放蜡啊。看他怎么了？咋办呢？他们有说没到十二点，苹果皮不断也不灵，还有说鬼打墙，但是后面有。啥时候鬼打墙后面有？刚是怎么着的？不知道。两边这两个蜡啊，我晃一下得。这两边这个蜡根本都没动，而且离得很远。不是，他那个屋里他妈也没有风，他那个火苗为啥一直这样式的？这个真的直播间不让出火苗啊，不让出火苗，所以我没办法给老铁们照，就是这两边的蜡这个火苗来回之老晃，来回之老晃，你们没办法看，你知道吗？你们根本看不见。后边刚刚的时候确实有火光，但是后边我可以给老铁们看一下啊，后边是这个样子的，后边直接是搁东西顶着的，根本没有办法去放蜡，连放东西都放不了，这个东西挺高的，后边这个东西你们应该都能看着过，根本没办法挡东西，你知道吧？你干啥呀？你划它干呀？不能划吗？你划它干呀？不说完事就给镜子弄碎了吗？那我不能搁屋里砸它呀。哎，咋的了？别照，抖什么呀？镜子看到你后边有个黑影，我操！这火光一直在抖。我没办法照蜡，老铁们，这两边尤其是左边，左边的这个火光直老抖。他们说，那个彬彬说，你别鸡巴整这玩意儿了。一天你像鸡巴欠扔着，啥你都鸡巴整。看谁厉害了。屋里有风吗？没有，我们四下所有的窗户全是关着的，屋里门什么的全是关着的。你干哈呀？你有病啊！他都划他了，你还给他立起来呀？我现在咋办呢？扣着吧，扣着吧，扣着吧，别鸡巴看了。咋鸡巴整的你呀、啊？断都断了，我他妈拿不起来。后边这是啥整的呀？啥呀？这呀，这都鸡巴黑了。不知道他可能蜡抠下去就行。他说抠下去就行。他说抠下去就行。你倒让我抠啊！就是削苹果皮，女的后边有个黑影，他们有说你后边有黑影的，有人录了吗？你们有没有录屏？一会儿把那个录屏发群里，我看一下呗。我刚才啥也没注意，我净瞅屏幕了。照着就这个黑影啊，这是不是风吹的给他了了呀？我操我！哪有风啊，大哥，这屋窗户全是关着的。这屋窗户全是关着的。他刚才不一直抖来着吗？操啊，都是粉丝吓着你们玩的。碎吧，啥玩意儿碎吧，别玩了，没注意，我刚才也没太注意。不是老铁们，我他妈总觉得这个镜子上面这个红纸揪了是不是不太好呀？啊，啥也没有，吓唬你们呢，我一直盯着呢，是吗？老他妈吓唬人。这是在招灵。老
是我们在验证网上说的那个镜子游戏，在削苹果，对着镜子削苹果，咋的了？咋的了？吓我一跳！你是看你自己把你吓一跳了？吓一跳吗？没事没事没事。啥呀？你看上啥了？啥？没事。啊？啥也没有，没事。咋的了？没事。你看着啥了？没有，啥也没有。咋的了？没事。你别搁这神神叨叨吓我行吗？吓我没有，啥也没有，没事。问你呢，看着啥都说。啥也没看着。你没看着，你我操啥呀？你都说呗。你这趁这轱辘还有又懂的东西，你要真他妈看着啥了的话，就送一送还是咋的？你这啥也不说，这不咋的呀？咋整啊？完事儿啊？我还看重影了。啥玩意儿重影了？我重影。你看你自己重影了？嗯、咋个重影法？老铁，让我照你的。为啥这边就烧那么快呀？啊？为啥这边就着那么快呀？差大半截呢。哎，真的哎，你要不说我还真没理会。差大半截呢。老铁们，我不知道咋给你们录啊，咋给你们？我往群里发照片。你往群里发个照片，你给老铁们看一下，你给老铁们看一下啊。现在这两边的蜡啊，咱们同时点的都是我今天刚新买的新蜡，两边着的不一样长，左边的短，右边的没咋着。太鸡巴神奇了，这东西。那蜡它俩是同时点的，而且点的时候都是一边长的。你们上群里看一下截图，山姐往那个山宝往那个群里边发截图了。山宝往群里发截图了，你们看一下。老明显了啊，老明显了，这俩蜡不一样长，左边的短老多了，而且还弯了。我能把这镜子砸了。你砸他干呀？不说你到底搁里看啥了？你他妈吓这逼样啊？不是。啊？不说那个完事儿之后得给他砸了吗？那主要一会儿还有一个游戏呢。你先敢玩不了？之后再砸了。我想上厕所。歇会儿，你去呗。我害怕。我自己不敢去。留着吧，砸啥呀？问你呢，怎么个重法？白神问你怎么个重法？开灯。我看到后边还有一个。啥？我就看到后边还有一个。你看着你后边啊？嗯，我后边还有一个。你后边？嗯。你后边还有一个你？就在我旁边，在我右边这个旁，就是这个旁边。我操！我这会儿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灯、把这个蜡吹了呀？他们说这块镜子最好别用了。一会儿不还有一个？后背啥也没有，后背是沙发，我们俩坐地上了，我们俩在地上坐着呢。哎，我打灯了，你拿一下，我去打这个灯。所以说这个。